最多妻子，上阵最多次，最美最帅的候选人是谁？谁？谁？快告诉我，那个人是谁？一次过看完本届六州选举候选人之最，最多妻子候选人，上阵最多次独立候选人，最美候选人，最帅候选人，最老候选人，最年轻候选人，这些特点让他成为本届六州选举焦点。